去坚尼必成。大家好，我是小新。Hello, I'm Cherry。我们上一期呢，带大家去到了中环，体验了我们的寻酒香港之旅。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又要去到坚尼地城。因为你知道啊，我们在香港来说，香港电车就是我们俗称叮叮车，其实在香港来说经常会见到的一个交通工具吧。香港电车还获得了吉尼斯的一个世界纪录，叫做最大的服务中的双层电车车队。我们现在去坚尼地城，开启我们这一站的香港寻酒之旅。我现在和司仪呢，现在到了坚尼地城这边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酒吧，然后呢，也算是就是美式墨西哥菜的一个酒吧餐厅。贝斯，你有听过吗？对，其实我之前也有听过这家酒吧呢，就是有一个特点非常的出名，就是它大多数的鸡尾酒呢，都是以洛杉矶的一些流行的文化音乐来命名的。咁我哋面前呢杯咧就叫做 Last Time I Checked。咁我哋個 bar manager 咧，佢就由 LA 咁樣過嚟啦，所以佢就好中意 LA 啲文化，咁所以佢就將啲 cocktail 啲名咧就轉咗去用佢啲歌名嚟做名咁樣啦。因為如果你有睇佢啲片咧，那個 music video 咧，佢有兩個 rapper 嘅，咁個背景咧就用咗藍色同紅色嚟做分別啦。咁個底嗰部分咧係啫喱嚟嘅，咁佢就比較深藍色咁樣。咁啱啱我整上面個酒嗰 part 咧，就你見到會有紅色啦，咁所以溝埋咗咧，就變咗紫色咁樣。The dish right here is specially for the wine and dine, and it's called summer scallop ceviche. On the right is al pastor, and this one is the California veggie tacos.那在品尝过墨西哥菜之后呢，我们现在穿过它的里面，然后就来到了 Wilshire 酒吧这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整面墙全部都是酒。其实我们这边的设计呢，就是我们 bar director， 然后他以前是在 New York，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酒吧，是在那边工作的。Menu 上面的话，我们有一个叫做 Bartender's Choice， 定期会有一个新的。我们这个酒墙的话，我们就从外面的其他的酒吧可能看到特别的酒瓶，然后我们就问他可不可以拿过来，然后我们就自己放在这里收藏我们自己用完了的酒，然后我们自己想放在这里留下来纪念的，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在坚尼地城还有一间特别的酒吧，就是位于科士街的 Winston。 这家小店白天售卖咖啡，晚上则为顾客提供各式美酒，而这家店铺的装修也别具一格，采用了旧时西方戏院的风格，颇具欧美风情。就在 Winston 酒吧的对面，还有一道独特的自然风景。所以我带你参观一下这一整条路呢，这边全部都是石墙树。你知道这是什么树吗？不知道，你可以认真看一下。哦，榕树。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大自然的一个造化，真的是鬼斧神工。对，它的气根完全铺在整个墙面上，好震撼啊。今天小新和 Cherry 呢已经结束了一整天的坚尼地城寻酒之旅，现在已经到了晚上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这个维港的灯光呢已经是华灯初上，非常的漂亮。是的，香港的美呢当然不仅仅只有中环，还有坚尼地城啊，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去探索的，所以我期待呢你们也到时候可以过来找我们，我们一起带你